好吃辣的。分吗？小份的9块，中份的13块，6个，18块钱8个。来份吗？可以混搭要口味的啊。小份的啊，先扫码，等一下这里啊。哪个酱好吃？酱好吃，每个有每个人的口味的。你觉得呢？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番茄酱、沙拉酱这样子。沙拉酱。嗯。等一下给你自己加，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吧。加卡拉收款9元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支付宝收款13元。你的哪个先？你的先，然后到你的，还有谁了？那你就好。没有了啊。你先付款，给个码给你先，你排在第三个。
你要小份还是中份呢？中份的是三块啊。每个口味两个啊。少了打黄沙辣椒。这是鸡蛋的。啊，对。你先扫码，给个码。好了好了。那要自己加哦。